这一期做一块朴实无华的面板，面板的木料选用的是鸟眼枫木，先把木头切到合适的长度，再拿到刨平机上把两面刨平。刨平后的木板再用平刨机把木板的一条边刨直，调整台距，然后把处理好的木板依次切到 4.5 英寸宽，切下来的木条不要扔，一会儿还有用。把木板铺到夹钳上，两边各放一根刚才切下来的木条，拧夹钳的时候就不会伤到木头了。为了看得明显一点，我把木板端面的纹理用铅笔画了一下，现在木纹都是朝下弯的，每隔一块翻转一下，让木纹错开，这样可以降低以后面板整体弯曲的弧度。接下来就可以涂胶粘起来了。把两个木板间的接缝处用夹钳夹起来，可以给下一步省不少的事情。等胶干了以后，把剩余的胶再处理一下，让表面尽量平整。用铅笔在木板两面划几下，一会儿打磨的时候就不会有落掉的地方了。把砂光机里的砂纸清理一下，我用的是清理砂纸专用的橡胶棒，没有的话好像用红酒塞也可以，不过要小心手。过砂光机，直到两面都平整。拿到一个平面上，确保面板没有弯曲翘起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是一块面板，所以决定在一侧加一根挡板，这样揉面的时候面板就不会到处跑了。
为了让它结实一些，所以在粘这个挡板的时候加上几个多米诺榫。量好多米诺榫的长度，用带锯把多余的部分切掉。在面板和这个挡板上标记好位置后，就可以开榫眼了。其实燕尾榫应该更结实些，不过我这个赤脚木匠没有这个技术。先把一侧的多米诺榫固定住，再把挡板插上。同样的，在上夹钳的时候用木条垫一下，避免在木板上留下印子。把挤出来的胶水处理一下，特别是内侧，要不然等胶干了，得花十倍的时间来清理。用直角尺测一下挡板与面板是否垂直，图个心理安慰。等胶干了以后，用轨道锯把面板的一侧切直，再拿到台锯上把面板切到最终宽度。使用台锯的时候，如果锯片一侧的木头比较窄，身体的站位一定要把那一侧空出来。至于为什么，请把视频看完。
面板拿到桌子上，把每个有棱角的边用修边机削圆，然后就可以打磨了。同样的，先用80目砂纸，再换150目、220目，喷水，再用320目轻轻打磨一遍。鸟眼枫木不是一种特别的木种，只是相对稀有的一种迎枫木而已。因为表面细小的木节看起来像鸟的眼睛，所以取名鸟眼枫木。在做这个面板的同时，还用虎纹枫木做了一块。